一下成为第71个体操冠军的感受，世界冠军榜上的一员。还是一样的很开心。嗯，你这个上榜，你记得什么时候看到第一次看到这个体操冠军榜，有印象吗？第一次是在电视里面看到的。嗯，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有一天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？不会。没有想过。嗯，因为那时候还小。大概几岁的时候？08年的时候。08年的时候。嗯，那就是说没想到在这么短也不还好的时间里面，你也加入了这个最等于是体操界最光荣的这个集体里面。你觉得这一个其中的过程对你来讲最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教练，嗯，对我的帮助，嗯，然后和鼓励，嗯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努力。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遭遇了很多的打击，包括去年亚运会的时候你的母亲去世，那个时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说放弃，或者是一种挫折的那种感觉？有。嗯，想过说就不练了回去了？嗯，当时没有，但是后来有一点。那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大概12月份左右的时候。然后是谁劝服了你，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挽留了你？所有的这里的王导，然后上海的教练和领导，然后还有家人。嗯，当时为什么说想放弃了？有点崩溃的状态。崩溃了是吗？是想念妈妈吗？有一点。那现在的话，你在不到一个月之前格拉斯哥登上那个那时候想对妈妈说啥？我做到了。这是给妈妈的一个承诺，对吗？那接下来会想还有什么更好的表现，还有什么目标？里约吧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回报了，谢谢。后边呢？挺好的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啊，我问了，不，来，我们去底下跟那个张春发一个啊。